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进到七间教会最后一间。这个的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我们曾经讲过，老底家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第一个字老 Laos L-A-O-S， 这是人民的意思。底家这个字Dikaiosis D-I-K-A-I-O-S-I-S Dikaiosis 这个字呢，就是自由、权利等等的意思。因为这个缘故， Laodikaiosis 这个字呢，老底家这个字呢，就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自由，也就是民族的意思。各位，你们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好像老底家这个字一样，就是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一个时代呢？从二十世纪开始，民主的浪潮席卷整个的世界。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的当中，一个一个帝王的国家、独裁的国家改变了，都变成民主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国家都非常重视选举、民意各方面的东西。留意我们的今天，不光是一个民主、追求自由的一个时代，物质的生活的方面也是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先进。我们现在奢侈品已经变成好像必需品一样，变成普及化了。以前皇帝都没有办法享受的东西，好像空调、冷热水洗澡、汽车、飞机、地铁、看的电视等等，你可以说以前的皇帝都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以前皇帝热的时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拿着这个大扇子摇来摇去，就是这个样子。在冷的时间，这是穿暖一点的衣服，或者是来的是烧煤烧炭各方面的东西来的取暖。另外方面，我们去旅游的时间，这坐马车，我们看见这个已经是当时的奢侈品。但是现在汽车、火车已经非常普及化，连一般平民百姓都可以坐飞机，这个是以前帝王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以前的人要看一些珍禽走兽啊这些的东西的时间，都是远远来的看，只能够看见那个尾巴，只能够看见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睡觉，再近一点都不敢了。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在电视机的前面，立体的电视把一切整个世界真情走兽都活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类，我们的享受远胜以前的帝王。但另外方面呢，我们确实发现患了神经衰弱的、精神病的、各种不同的情绪病的人比以前更多。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在我们看老底家教会这封的书信的时间，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警惕。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基督怎么样介绍他自己的。十四节这样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之物，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段的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的时间说，那为阿门的，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第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换句话说，他是心底话，把一些最真的真理，把最真实的情况来的告诉我们。
他一点儿不客气把这个实话直说。第二方面，他介绍自己的时间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有些的人故意把耶稣基督的身位降低，他们说这段圣经就是在神万物之中的第一个，他把这个元首翻译成为首生，就是首先被造。其实这个并不是原来经文的原意。元首这个字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把它翻译成为首生，但首生绝对不是首先被造，首生乃是神自己本身，首也是最高的地位，是掌管一切的意思。因为这个缘故，有些的翻译本也把它翻译成为首先、元首、做王、做元首的，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元首这个字也是同样这一个的字。第二方面，最重要的，他不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中为元首，乃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换句话说，他不是受造物的其中一份子，他乃是一切受造物之上来的做掌管者。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要是耶稣基督只是一个被造者，他怎么可能能够看见圣经说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呢？因为这个缘故，明显他绝对不是受造物其中一个，他乃是受造物之上的造物主。这个是非常重要。跟着下来，这段的圣经继续来的介绍，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今的教会要当心，到底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末世的教会要当心什么东西呢？这个圣经就告诉我们，第一要当心的，要当心入世变成俗世。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很多的时候，在理解这段的圣经，我们不能够用中国人一些的习惯，就是饮食的习惯来的理解这段的圣经。因为中国人说太热的不好，中医西医都一样，太热可能弄伤你这个口腔，这个口腔 弄伤了以后很容易患上癌症，太冷的也不好，两样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的。因为这个缘故，一般人呢都非常喜欢温的水，温的食物，不要太热，不要太冷，就是这样子。但是今天当我们留意来看的这个地方，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这个地理的环境跟当时历史的背景来的看，留意来的看看这个图，到底老底家是在哪里呢？留意，原来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两条河流交流的地方来的。这两条的河流，一条是从希拉波利那个地方而来，从东北流到老底家，另外一条的河流就是从东边稍微偏南哥罗西那个地方流经这个老底家。要流经这个老底家的时间，就在老底家这个城市附近汇合起来。原来这两条的河流非常非常有特色，从希拉波利来的
那个是叫温泉。这个温泉有很多的用处，这个温泉的用处要来做什么呢？很多的人跳进这个温泉可以治病，温泉的水可以制造当时的眼药水，还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药品。因为这个缘故，温泉有治病的一个功能，有制造各种不同药品的功能，特别眼药水。第三个方面，温泉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整个的身体血液循环的功能。所以今天你去到日本也好，任何不同的地方好，进温泉有它的好处，因为令到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状况疲劳可以尽消，另外方面让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做得更好。因为这个缘故，任何人身体状态不好，跳到这个温泉那个地方对他的身体会有帮助，这是温泉。那哥罗西提供的这个水是个冷水的河流，这个冷水是供应整个这个老底家哥罗西跟沿岸等等居民最重要的生命之泉，灌溉、食用、饮食、洗衣服、洁净各样的东西都需要依赖从哥罗西来的这个冷水的河。因为这个缘故，在还没有汇合以前，两条河流都非常有用，两条河流都可以说是非要不可，对老底家发生非常重要的帮助。很可惜，当两条的河流一去到这个汇合点的时间，就变成不冷不热。我们可以看得见，启示录第三章十四，从这个地方来的看到的这个记载到二十二节，其实是针对到这两条河流汇合了以后这一种的不冷不热来的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又不冷又不热，其实就是说它那个温泉那个效用全失了，没有治病的果效，没有制造眼药水、制造其他药物的果效，也没有一个真正令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帮助的这个效用，什么都没有了。但第二方面呢，更糟糕的就是连饮用、食用、灌溉、洗衣服等等这一切的功能都全部失去了。因为这个缘故，作者在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对着老底家的教会这样说：你既如温水，好像温泉跟冷水河汇合在一起，这个温水又不冷又不热的话呢，我就逼从你把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原因汇合了以后，不光是功效全失，而且那个味道变成发臭的味道，非常非常难以忍受。从这个河流的汇合，圣经转到这个教会实际的情况，为什么耶稣对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因为很简单，冷就是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属于神的，根本就是不信的人一样，一个不信的人都不信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也不一定会绊倒他。热就是非常热心追求属灵的方面，追求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传福音，追求侍奉，追求宣教，追求见证，追求各种的奉献等等。但是不冷不热就是表面还是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他却是行事为人已经完完全全跟世俗的人一样，没有一种传福音的热忱，没有侍奉的热情，也没有奉献的认真的态度，更加没有一个真正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出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的人最危险，原因别人看他
哦，这个是基督徒，哦，这个是长老，这个是牧师，这个是执事，这是教会的领袖，哦，他是非常虔诚的，去了教会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你看见他还要讨小老婆，还要偷窃，还要骗，还有各种不同的东西都要做的话呢，这个就非常严重的绊倒了其他的人。我曾经去过一间的教会，教会完了以后，有位的执事聚会完了以后来到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要是我们教会的当中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犯了奸淫，他自己本身有妻子有三个孩子，但另外一方面他还跟一个女人同居，又生了一个，他问我，你们教会会怎么样处理？我对他说，要是他悔改，我们就要求他停止一切带领性的侍奉，停止圣餐有一年。另外方面，我们经过这个警告，看看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辅导，要是他愿意，我们就愿意在这段的时间建立他，让他经过这个管教期专心专意离开第三个女人，回到他太太那个身边。要是他不能够这样做的话呢，要是他不愿意合作的话呢，我们就公开把他开除出教会。这个弟兄对我说，牧师，我这是为我的教会有一样的事情非常难以明白，就是他说他的牧师明明知道这一个的弟兄跟另外一个女人同居，犯了奸淫，还有小孩，但是还是让他教主日学，他非常难以了解。结果后来我就有机会跟他那个主任牧师来的谈这个事情，这个主任牧师对我说，苏牧师，要是他不教，我找不到人教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人教就算了吗？我听完了以后，我对他说，对，宁缺毋滥，我宁愿那一般的主日学没有人教，也不愿意把一个在圣经当中公然违背神的心意犯奸淫的人还要站在那个讲坛的上面来做教导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样令到整班的人都会受影响，绊倒了他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少的教会不光是用一些奸淫的人还继续的侍奉，犯罪的人继续侍奉，还要把同性恋的牧者都要真真正正名正言顺封他们做主教，让他们继续来的侍奉，这个才是今天我们教会一个最大最大的危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不冷不热，表面看来是属于神的教会，实际上不是属于神的教会，表面看来是属于神的信徒，实际上我们的生活行为已经完全不像样了。有些的科学家这样说，如果地球的体质好像月球一样，这我们每一个的人轻易可以拿起200公斤甚至300公斤的东西，轻易也可以跳过10尺高的墙壁，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是地球好像太阳一样大的时间，那么我们呢，连举起我们的手臂有可能都没有力，我们躺下来有可能无法起床。弟兄姐妹们，这些的观察给我留意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到底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吸力有多大，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压力也有极大。要是这个世界好像月球一样，我们轻看它，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损失，不在乎这个世界的得与失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的担子一定轻松多了。
我们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少。但另外一方面，要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心中要把这个世界也扩大到好像太阳一样大的时间，留意我们肯定连举手的能力都没有，躺下了以后连起床的能力都没有，我们要小心。第二个方面，当今的教会要当心，当心什么呢？当心物质富足，属灵却是贫穷。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七到十九节这段的圣经这样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我们看见当今二十一世纪另外一样的事情，就是物质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今天一般人的享受比以前连皇帝的享受都要远远胜过。但是丰富的物质的生活很容易令到一个人非常奢侈的生活，专注自己的享受，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忽略了贫穷落后的地方的需要。另外方面，我们往往把一些欲望来的变成必需品来的看待，而带来的结果继续不断来的索求，求求求，请求更多的物质的享受。我们来的看见今天稍微有钱了以后，汽车越出越厉害，越来越大，越来越贵。另外方面，我们的房子根本没有那种必要，为什么今天我们住的地方要变成好像酒店一样？但今天很多人把房子居住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奢侈品，但反而有很多贫穷的人连真真正正把一个床位都不够的地方，在汤房、在龙屋、在一些这样的地方来的生活。贫富的悬殊已经成为今天大部分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要是我们今天的政府不好好处理这些的问题，这个会变成即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破。因为这个缘故，在今天当权的要小心注意居者有其屋这些的政策能不能够落实在一些最贫穷最落后的人的身上。另外方面，我们对一些有钱的人能不能够在税务的方面能够增加些的税收，也知道不知这种的贫富越来越悬殊。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患寡，乃是患不均。我们来看那个老底家的教会，表面非常富足，样样都不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喜欢玩的都玩尽了，喜欢去的都游览过了，喜欢吃的都吃过了。另外方面，甚至他们感觉最时髦的东西不是一个，乃是每个月更新，好像iPhone 第一代出来不久，第二代，第二代不久，三代，三代不久，四代，四代不久，五代。有个的朋友，他看见我还是用那个老一代的一些电话，什么功能都没有的，他就说：“是不是你还是用这种的电话？”“对对对，还是用这样。”我以前还是用 2G 电话，后来变成 3G 已经很好了。他说：“哎呀，没人用的了，这个，那我送一部给你。”送什么呢？原来他不要。
那个 iPhone 3 过时了，他又买 iPhone 4， 然后跟着下来 iPhone 5， 所以他把旧的又送出来给我。我听了以后，我就对他说：“哎，这些我都不懂得怎么样用，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玩那些的游戏，所以因为这个我都玩具了，还是用原来的这个的电话。这个电话对我来讲，我只是用它来做电话已经够了，根本都不需要其他的东西。要是其他的东西，电脑算了。但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一切的东西变成必需品。很多的小孩要求爸爸妈妈就是买这些东西给他们，什么东西不是需要的，今天的好像变成需要一样。这个实在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的危机。老底家的教会也是一样，大神对他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属灵的贫穷，物质的引诱太大了，也知道没有时间追求属灵的事情，心灵空虚，人生觉得没有意义，普通人都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他们已经不能够享受到了。有人告诉我，他说在派送这个礼物的时间，他最近有个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受。首先他买了一些非常名贵的有路轨的那些的火车，而那个火车的本身是有多种的功能呢，是随时可以停，可以去，可以转弯，可以后，可以前，因为它那个控制那方面非常先进。而且这个火车的本身可以从这个床底到前面一个很大的圈子，非常快来得及走，沿途还有建很多不同的 station， 就是一些最古老的德国的火车站，在那个地方来的标志着。光光这个的礼物的本身上万块美金，但是买了以后，他用这个车子送到老板的家，送给他的儿子做生日礼物的时间，他这个儿子8岁大的儿子看到那些的东西了以后，讲了一句 OK same old stuff， 就说：“哦，某某 uncle， 某某叔叔送了一份礼物给你儿子，来看看。”结果这个 Michael 就是这个孩子米高出来一见，见了以后讲了一句：“好啊，哦，又是那样的东西。”就讲了一句：“又是那样的东西。”这位的雇员那个心有非常非常深的感受。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刚好在一个礼拜前，他才去到这个越南难民营，另外有一个呢是波斯尼亚的难民营，那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他去那个难民营的时间，就拿了很多不同的玩具来的送给那些的小孩子。这些的玩具有些是洋娃娃，其实有些这个手已经丢掉，有个脚丢掉，有些的耳朵不太好，有些是破烂的。但去到那个地方，那小孩子一个一个排队，当他们拿着这个洋娃娃，尤其是破破烂烂的，他们却是举起来：“啊，你看我拿到洋娃娃了！”非常高兴，非常活跃，跳起来。这个的图画比对一下那个老板的儿子那个的图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自己做了一个立志，立志以后永远都不要把礼物送到这些非常有钱的人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必要。反而这个人后来讲了一句话，在他的老板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老板的婚姻有很大问题，他只知道有一年周年纪念，老板曾经请他们吃饭，
但他现在走了以后，深深感觉到有个信息，希望他的老板知道。这个老板在这个周年纪念前曾经邀请他做他公司的一个主管。这个弟兄还没有答应，但是那一年他决定不送礼物，只是送了一个卡，是一个纪念品，可以放在桌子上给人看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就非常简单来到去讲出。讲出什么东西呢？讲出就是他里面心里面的一种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人若舍去短暂的，来的专取永恒的，这些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这个的知的本身原来是一个宣教士，一个叫 Eliot 的宣教士，以利亚这个宣教士来的写。这个宣教士是个殉道者，他去了一个落后的一个土族，一个食人族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间，他是被杀的。但是在他的日记却是有这样的一句话：一个晓得把那些短暂的放弃来的得着那些永远不能够失去的东西的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傻瓜。结果跟了下来，他送了给这个老板了以后，这个老板就找他来问他，结果他就有机会来的讲见证。跟了下来，这个弟兄对老板说：我要告诉你，我经历到神在我的婚姻在我的生活上起死回生，他把我的婚姻医治，把我个人的心灵医治。因为这个缘故，老板，我谢谢你的好意，希望我做主管，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练神学，我不会再继续来的打工。这个老板听完就问了他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跟他练神学的问题，他一一把他的见证讲了出来。这个老板听完了以后，竟然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说要供应这位的职员练神学，只是给他一个要求，一个礼拜一次回到公司跟他们查经。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弟兄就继续不断在他的公司来了带他们查经。后来这个老板信了，原来才知道他的婚姻的状态糟糕到一个地步，差一点要离婚的，但因为这个弟兄的见证挽回了他的婚姻，也知道他愿意多一点的时间陪伴这个妻子。感谢主，他的改变不光影响了他们夫妻，也影响了儿子的本身也改变。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得见，神要求老底家的教会悔改，因为物质的富庶带给他一个属灵的贫穷。第二方面，他的贫穷瞎眼等等，也是表示他在永恒国度里的贫穷，因为他使用太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却没有投资在永恒的国度的当中，为神来的侍奉，为别人的需要摆上他自己所有的金钱、能力、恩赐、时间、忠心等等。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神的恩典越多，我们用在自己身上是否也越多？神给我们的恩典越多，我们回馈神的恩典，侍奉的机会，属灵的方面的追求，传福音的机会，奉献的方面，是不是反而越来越少了？到底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我们的奉献是否成正比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光光看我们摆上的奉献，他也要看看我们余下来的怎么样使用。他要求我们过简朴的生活，也知道
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间，我们能够回应他们的需要。主对老底家的信徒有怎么样的提醒呢？他要求他们购买第一火炼的金子，这是属灵的财富，属灵的儿女奉献积财在天等等，这是火炼，永远不会改变，没有杂质的这些的金子。第二，穿白衣，圣洁的生活，公义的外袍，将来见主面的时间无愧于心，白衣穿上。第三，眼药水，有属灵透视的眼光，神的话使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清心令到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计划，另外方面也刻意接受神的管教。神说我要责备管教他，亲生的儿女才会管教的，要是这个不是我们亲生的儿女，我们不敢管教。他管教我们乃是他看我们是他亲生的儿女，这是好的无比的。另外方面他也要求我们发热心要悔改，一方面意志，第二方面有心的转变，心思意念的转变，这样的人才是神悦纳的。第三个方面，当今的教会要当心，当心什么呢？当心民主，但却是没有神主。我们来看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段的圣经，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跟着下来，二十一、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得胜的，我要赐待在宝座上与我同坐，我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这个地方非常奇怪，这个地方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到底这个门外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个门外是指到教会以外，也有人说这是指到一个信徒的心门以外，我相信两者都有可能。但是留意来的看到这个地方，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就相信这是指着一个人的心门来的讲。这个人是谁呢？这是一个教会的代表，也是那个教会的使者，也是那个教会的牧者。这个的人表面看来是牧者，是基督徒，实际上没有一样的行为与蒙召的恩相称。有民主，却是没有神做主。因为这个缘故，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也是一样，有不少的教会来的决定到底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怎么样决定的呢？用投票决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公会为什么整个都变成来的支持同性恋合法化，另外方面也支持同性恋的牧者成为牧者，成为主教，因为他们是用民主的方式，用人投票来的决定。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的东西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进迦南十个探子回来，十个说不要去，两个说要去，神听的是两个，不是十个。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也是一样，绝对的事情圣经做主，相对的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那到底同性恋这个事情是绝对还是相对呢？从旧约到新约非常清楚，同性恋
是神看为可羞耻的罪。旧约的利未记、新约的罗马书，各方面的圣经非常清楚地讲到同性恋男与男可行可羞耻的事，这是神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罪。创世纪、俄摩拉、索多玛，问题在哪里呢？也是跟这个同性恋有关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毁灭是跟同性恋有关系。今天来到这个时代，我们爱那些患了艾滋病的人，我们爱那些罪人，不错，但是小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立场，从今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圣经的要求。很可惜，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没有持守神这样的教训。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们就好像在末世的教会形容的老底家教会一样。神说，你既不冷不热，你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行为却是不跟主的话来的行。主说，我从口中把你吐出去，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去。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得胜的人他要赐他在宝座上与主同坐，就好像主得了胜一样。弟兄姐妹们，圣经这些的话不是光光对老底家教会说，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教会来的说。你愿意听吗？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解开就是如愚人有智慧，要是我们听，我们就得着你的赏赐；不听，我们就受到你的管教。帮助我们不要轻看你的话，保守我们愿意悔改，错的就悔改，已经做好的继续持守你的话。也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本身都蒙你悦纳，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